爸载我们去，然后妈妈也会去。搭车车咯，到了。连刚煮便当都好可爱耶！到桃园了，现在要搭机场捷运。我们今天是搭华航的，要去找 Andy 哥咯。豪华经济舱，我们已经进来喽。我们的小汽车，现在坐着休息，等待登机。登机喽，去罗马。一共时间要多少？加吗？拖鞋，耳机。哥哥耶！开始长达14小时的飞行。真的很美耶，晚上太夸张了。荷叶辣味蒸鸡饭很好吃。叔叔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医什么？哎呀，好吵哦！我们取完行李了。之前去瑞士的时候，然后我的行李没有到，所以我刚刚非常的紧张。第三航厦啊，第三航厦，罗马机场呢，总共有五个航厦，他们 1, 2, 3 啊 ，1, 2, 3，叫我 Andy 哥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还有对啊，12点啊，中午12点，对，12点，对，这边天气还不错啊，超热的，很热啊，太热了。
整到的圈子，我们比较底下才就是外面是厉害的明星粉丝。那第四圈在哪呢？我们的左前方下面一点，你跟他一起起坡。妈妈，房间飞。高回点啊！你爸爸很小心，他很小心。对，妈妈。哈哈哈哈哈！老板哦。你一个人吃是不是没有办法？不会啊，要不要跟过来一起吃？没有关系的，我那就把他的是全部都换掉了，你知道吗？疫情前跟疫情后全部都是第二件事情。对，最大的差异性差在哪里呢？价钱全部都挑战30%，三倍。地区的深受那个地方地区的人非常的厌恶啊。在1950年以前。法国人做的公共厕所都取名叫维斯巴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下车，所有的东西都在下车。我们的大行李跟我们的随身的小行李箱，我们自己拿上房间。托运的那个大件的行李，我们让。现在是凌晨的6:12，我们刚刚4:50就起床喽。然后哥哥现在来我们房间，精神非常的好。耶，这几个小时后就不会是这样了。妈妈在厕所。